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，我是老三啦。我就是苏耀文的车夫，我今麦甲向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。咱这个北港云林县北港武德宫一百年的建筑大典哦，在迄个104年正月27、28，阮老师黄俊雄先生啊，伊亲临咱这个贵宫吼，特别来表演。就是带温州大剧院苏耀文的全体演员，啊，甲20多个，以及着只幕后主唱的歌星，伊个所在吼，特别台演安尼吼。啊，这台演的原因就是讲啊，过去咱就是受这个武德宫五路财神的庇佑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也拢算有得利发财吼。所以来感谢着咱这个五路财神就对了吼。西庆啦，啊只歌星拢算有咧上台演唱。黄俊雄本身现身说法，22个弟子大展神通，特别演出温州大剧院苏耀文，唔通失机会，希望各位亲爱观众朋友啊，小酒小菜啊，咱来看戏吼，来拜一个武德宫五路财神啊，大家大发财了。